哒哒，欢迎大家收睇 HKDU 2024年度赛季，今日系5月25号，我哋联赛嘅第二站啊，系啦，联赛第二站，亦都我哋 HKDU 第210回嘅比赛啦，210回啦。咁而家睇紧咧，哇犀利，100cc 嘅决赛，第一次咧真系咁早搞跑决赛，而家其实时间真系早到12:20啫，系啲 100cc 车到，喂时间咁早跑埋决赛先食饭啦，慢慢轻轻松松，同埋因为就嚟落大雨啊，好快报一报佢哋仲有一圈嘢，嗰啲圈系warm up 嚟嘅啫。头车阿展文啊，头车展文，二车啊，今日咧我哋冠名赞助日东搞之啊，老板阿 Ryan 二车攞我哋二名起步，咁啊跟住第三车阿乔丹啊，上站就因病缺席咗啦，今站就出翻嚟啦。乔丹第三名，我哋而家 roll 多个圈嘅，雪糕通未摆喎，雪糕通喺边啊？雪糕桶，点解冇雪糕桶嘅？问阿雪糕桶，系啊，哦，摆翻，系啊，因为惊落雨，其实好似真系啱啱落紧喎，系咪啊？啱啱滴紧水喎，不过唔紧要啦，再数啦 ，Oscar 啊，东阿 Ben 定 Albert 阿 Sam KK 阿 Ray 喺度。咁呢節就會起步㗎啦！個朋友仔喺度點稱呼唔記得咗？係啦，飛機大師，係啦，係咪叫飛機大師？係 Gary。咁阿大師兄嘅朋友嚟嘅。咁呢場緊要啦，呢場，因為呢場咧屬於 100cc 嘅第二站，所以佢哋就冇 Turbo 卡用住嘅。係啦 ，Turbo 卡我等陣再講啦。之前有聽過 Turbo 卡嘅玩法啦，該站成績相計。咁呢個對於 100cc 嚟講係第二站，所以冇人有得用住嘅。咁啊，展文啊 ，Samson 都劍指住話全年要總冠軍啊，要攞嗰只 Bell RS7K Carbon 全世界最輕嘅鬥卡頭盔啊！耶，話 KK 好悠閒地諗緊嘢喎，睇下呢條友應該換咗車又估佢嚇，唔知有冇換到咧？之前嗰個車佢就話窒咗少少，咁啊 Gary 喺現場 ，Gary 第一次玩啊，嗬？係啊，第一次玩啊！我希望感受下呢個好玩嘅氣氛啦，亦都幫我大師兄打打氣啦。我試下用緊個 4K60 嚟影下，好，即將會起步，隔離準備。咁啊 ，Samson 帶冇問題，大師兄帶住二隊冇問題，等一 set 就起步，有啲抽得比較遠啊。哇，志偉拉弓喎，小姐，我睇睇先，呢下要，其實就唔俾咁樣拉嘅。係啦，咁我哋會睇翻巡邏影片先。有兩架車飛咗出嚟，冇事。阿 Jack 哥有份喎，好似冇事。咁我睇下頭車阿 Sam 阿展文啦，好似88號車，如果冇記錯，展文係啦。跟住一路數落去，睇下大師兄 keep 唔 keep 到自己嘅 position， 為自己攞翻盒餃子先。因為今日咧頭三名都有餃子送啊，係啊，所有參賽或者啦啦隊都有餃子送嘅。咁我而家試緊呢個 4K mode 咧，可能個 zoom in zoom out 我要自己少少調節下先，跳得比較犀利。係一啲電話 zoom 啊，同埋正跑，哇有個擺喺度，第手啦，係啦，呢啲咧車手咧其實醒目咧就第一手揈啊，揮動不停揮動最好啦，係啦，救援救緊去，咁啊睇下出直路，展文出到 ，Jordan 追緊佢喎，係咪 Jordan 嚟㗎？係啊，喬丹啊，頭先我同 Jordan 講，我話你好似好耐冇攞咗，我話好耐冇鬥車直頭係，上陣咪一鬥就病鬼咗，咁啊大聲守住，唔係喎 Oscar 嚟㗎喎，第三車，大聲啊！佢著啲衫而家差唔多一樣咁，就係有啲隊服啊，係入冬餃子隊啊嗰啲。咁啊，大師兄追住頭車阿展文，二車 Jordan 有機會殺上去啊！你問我睇下 Jordan 而家嘅氣勢啊！咁啊，大師兄守住喎第三位，跟住第四五名就再睇睇啦。出咗黃旗喎，唔知咩事？黃旗區域進入黃旗區域，進入黃旗區域。OK。睇一睇啊 ，KK 有冇十？我即講見到佢啦，四方灣呢條友，我都估佢有啲嘢搞緊嘅。頭先喺尾路偷到咁厚 ，Jordan 出尾路，出尾彎，啄住啊展文，大家劈下好睇。啊，我啲 Jordan 高得滯添 ，Jordan 擺咗落去，擺到就係你噶啦。擺到啊！大師兄有機會殺埋上啊！展文度添喎，我覺得喬丹特別版獎杯，展文大師兄阿 Samson Oscar 阿一抽阿志偉 KK 殺埋上去準備，再嚟 MNC 比較墮得後呢度阿 Martin 係啦，墮緊後邊嗰啲輕鬆組。哎呀 ，Jack 哥更加油車好喎，今日輕鬆喎，輕鬆得滯喎，好似哇呢抽緊要啊呢抽。
阿智慧嗰抽啊，又过咗架。阿 Sam 喺边啊？红色衫个阿 Sam， 你睇睇先。Jordan 啱啱过咗阿展文啦，呢只弯，哎呀，唔好甩 focus 啊，大佬。大声守住第三位 ，Jordan、展文、大师兄、Samson、Benedict 喺度喎 ，Oscar 第五啊，阿 Sam 都要第六七啊，上到去再嚟智慧 ，KK 上杀紧上嚟尾起喎，再嚟 Elvin 头先弹起咗成个人啊，跟住阿 Edmund Seal， 哎呀 ，Edmund Seal 未必杀得切到好远啊真。咁有呢度出咗六期區域 ，OK 冇問題。咁睇翻頭浸，阿展文咧就慶幸萬幸地咧，暫時未俾阿 Jordan 拉開。我睇下呢個4K 60 frame 嘅出嚟嘅效果如何先。之前1080，而家呢個靚嘅4K 大家睇。咁咁啱啱其實而家咧可能有人睇緊直播嘅，下面嗰三部電話，我陣間再整影。沙井係有全球直播中嘅，係啦，小紅書啊、微信啊、美團啊、YouTube 啊。Tinder 乜都有啊，好似 Tinder 再嚟教我玩嘅，我唔知咩嘅啫。嚇、啊，咁而家再繼續睇翻先。咦、哎，喂，展文好似趁咗第一個失誤立咗上去，緊要緊張，撞山擺唔擺到咧？擺到，過到，出到。喂喂喂，小心，唔好碰，冇事，靚嘅。Jordan 嘗試攞翻個內角，唔得，哎呀，大禍啦！大師兄殺埋上嚟啊，慘啊 ！Jordan 呢下啱啱影住阿子文 ，Jordan 唔知尾彎做得唔好啊，見佢，定係佢黑咧？佢今年嘅黑氣都仍然就上年帶咗落嚟啊！大哇，睇佢睇嚟，大師兄有機會嚼埋阿 Jordan 個出直路，有機會睇睇先。出直路，大師兄食氣流，推住佢攞有行啊！大師兄識玩。推車唔射住，即係唔好射到佢咪嘅意思係。入曬嚟咯喎，後面有班朋友可以隨時入嚟睇下，係啊，做緊直播啊，依家係啊 live 嘅。咁亦都會有啲之後會擺上 YouTube 啊 ，4K 直播中啊，係啊，仲有同埋旁述，頭先好似頭車嗰陣啊，唔係你啊，唔係你啊 ，Louis， 我成 Louis 兩個嘅真係唔爭。唔係佢黃色頭盔，係黃色頭盔啊佢。咁嗱，大師兄過咗 Jordan 之後咧 ，Jordan 再跌一格。哇！大師兄追唔追到阿展文呢？你睇睇啦，呢班車手落食飯前跑決賽冇問題。之後下晝成個下晝喺度吹水嘅嘢最多。哇哇哇！阿 Samson 呢下靚喎，過咗阿 Oscar 呢下行個大外檔。哇 ！Jordan 越代越後，有機會 Samson 睇下有冇機會鏟上嚟先，仲有九圈啊！我哋決賽有十五圈嘅，阿 Sam 上緊嚟，佢個頭盔好卡食啊！阿 Sam 有機會過到 Oscar， 我睇 Oscar 架車爭啲，咁啊 KK 就墮咗喺好淪落地幾後下啦，好不幸地，哦，淪落得嚟都有少少戰術嘅，係啊，呢個排位表可以睇下，係我部車我早話埋俾我知咩名啊，五啊七邊個啊，五啊七 ，Brandon， 哦 Brandon 新朋友仔啦，有翻再嚟十八號車啦，我個啲新朋友喎、啊。跟住欧文，哎呀，欧文做乜啊？头先好似系嗰次话铲咗出去啊！阿 Jack 哥啦，啱啱见到，好见到头嗰 pair 展文啦，已经 lap 啦，大师兄乔丹 Samson 对 Oscar， 我都话 Samson 应该过到 Oscar 啦，唔系 Oscar 追翻埋喎，反而系头先 Samson 一个好靓嘅 power band 行外档超高速铲咗佢 ，Oscar 完全冇一手啊！Oscar 六號啊，冇上嚟粒崩把喎，哎，兩隻卡添，逐親啊！咁而家頭一陣咧就少少明朗化啦。咁啊，展文、大師兄、Jordan 一二三四五好睇嘅 Samson 對 Oscar， 六七呢一陣啦，阿 Sam 就對阿 Benedict 係咪 Benedict 嚟嗰個？睇唔到啊，紅色衫萬寶路頭盔嗰個就阿 Sam。後面嗰個我睇唔到乜滯，後面再之後嗰陣 KK 就好玩啦。大師兄過咗展文，展文有啲問題喎、啊、個車可能，頭先領先咗好多下噶，係啊大師兄頭車喎、啊，喂贊助商攞冠軍唔係咁啱數喎，自己立翻個杯啊，自己立翻啲禮物，屈佢送多倍出嚟先啦，唔啱數，咁啊睇翻先啦嗱，而家咧大師兄又過咗阿展文。
子文追得翻上去，嗱论体重咧，子文就轻少少嘅，肯定。大星负月90公斤绑上去跑 ，Jordan 就守住，哇守守下 ，Samson 上紧噶咯，后边嗰个唔系嚟，后两架先系，哇甩甩地喎，乔丹，不过合饺子嘅头三名都有，子文出直路，两个劈紧，出直路，大星错，子文错，子文个尾段都发站系真系争奈何争少少。不要緊張，還有成六圈追，有得追的前面有慢車啊。 Jordan 要殺上去就看看他兩個搞搞一下會不會大師兄頂一頂展文 hold 一 hold 我 left turn， 等下 Jordan 有得殺上去，後面那抽就大鑊啲，是啦，後面那抽就是咁。而家展文大師兄展文扭嚟扭去啊，冇計啊，仲有一個慢車過咗，嗰、那個慢車可能影響到 Jordan， 應該未必嘅，應該未必嘅。咁一出直路，又係子文大聲打鬥耷頭鬥錯啦。子文呢段有機會，有機會，有機會，有機會。唔得唔得，文大聲醒啊！即刻封埋佢啦。嗱，封下封下。啊，嗰、那個邊個嚟嘅咧？22號，22號應該下個圈要食一食啲藍旗。Jason 啊，應該下站期，即哦 Jason， 應該期待出支藍旗會理想少少啦。Jordan 過咗去先，咁而家展文仍然對緊大師兄，大師兄真係唔係流啊，大佬。但係呢一次有機會展文出嘅話，咁嘅距離黐得到、釘得住，做一個好嘅轉數嘅機會得。而家睇睇先，嗱 Jason 如果期待就應該要真係出支舉，係啊，佢要行一個高轉。釘住行，唔使咁急。抽咯，覺得。大師兄拍唔拍到咧？大師兄拍唔到啦，大師兄拍唔到啦，拍唔。大師兄拍唔到，只問呢下夠勇啊！擺落去啊！過翻大師兄個 cross， 靚嘅，冇辦法，只問行一個內檔，始終會有少少失速去到彎心，做一個修正，自然一定會俾阿大師兄領翻。真係人老精鬼老靚啊！姜越老越辣，好玩好睇先嘅。不過起碼呢度安全咧，亦都好緊要啦。呢度嚇佢兩個喺度隻劈中。Jordan 搞不定啊 ，Jason 啊，冇计，变咗俾佢落后咗一圈嘅 Jason 应该系。Jordan 系咪13号啊？咦，唔系喎。13号系啊。哦 ，Jordan 13，好好好，咦系咩？好，咁出嚟跟住咧，话大师兄佢哋有三，前面有三架慢车啲阵，有阿 Sam 啊、Martin 啊喺里边，大师兄再过，大师兄上断开咗啲屌，呢、這个唔得，呢个魔啊，对于我唔系咁熟。嗨到個 stop 掣，唔好意思，斷開咗兩節啊！仍然係大師兄對啊，展文嗱 ，Jordan 越跑越慢喎，好似係咪啊？定係 Jordan 前面有冇車啊？定係已經係阿展文嚟嘅咧？已經係展文嚟。哦，展文嚟。喂啊，展文有少少飄啊！哦 ，Jordan 喺度，喬丹 keep in the lane 嘅 ，keep in the track 嘅。咁子文呢下嘗試行呢個四方彎內 attack 就有少少代價，不過冇事守得住。大師兄前面有一架慢車，過呢陣子文冇乜空間，大師兄行個孤寒線，頂住子文過到。哎呀，如果嗰個車幫到大師兄就好睇啦。子文釘住行啊，真係可能子文計緊數，咁樣都唔係辦法。最尾個圈先搞你，一左一右。展文，佢個前車其實都開始拍咗左邊，好彩避得到啫，甩甩地啊！大師兄頂得住，啊大師兄有料啊，爭緊全年噶，冇辦法，要贊助商都要攞冠軍噶，我爭緊全年，係咪先？翻嚟見四圈牌係咪啊？定三圈啊？剩翻兩圈。各個牌度。耶，緊要喎，緊要緊要。嗱，冠軍就係冠軍。展文做直路都唔得啦，大師兄真係呢啲咧，即係唔係話踢爆你啊？嗱，展文睇下醒唔醒，真係猜死你啊！翻嚟係咪叫 last step 牌啦？已經，哦 last step 嚟噶咯喎，好 last step 嗱，係啊係啊，睇呢個係咪 last step？ 之後已經見到 last step 牌最後一圈鬥埋最後呢圈，展文得就得，唔得就 second 啦。見 last lap 第二個係好緊張噶，前面有兩架慢車，
有兩架慢車，仲有段距離嘅，大師兄行條窄線真係行死你啊！真係唔係講笑，真係行死你啊！子文真係冇窿走冇計啊！出直路，出直路。嗱 ，Jordan 第三冇懸念，子文行咗冇啦冇啦冇啦，子文呢下嘗試 attack 之後甩埋鏈啊！過埋過埋，子文過埋。啱啱唔知系咪又揿到个掣咧？子文就真系惨啦！佢最后架车系咪熄咗火啊？喺咩度啊？佢有冇碌落？冇得碌落去咯！子文系就喺度停埋喺边度啊？拍咗喺前面。拍咗喺前面。哦，系啊。都好彩碌到个第三名翻嚟。如果冲唔到线就真系惨啦。好彩碌到个第三名翻嚟。系啊，冇办法呢啲位诶，任何人都会搏嘅。你頭車你一定會搏嘅。好，順利完成。不過呢段片斷開咗，我睇下點樣剪翻先。唔好意思。好，我哋下站再見。好啦，咁呢度恭喜曬咧 100cc 得獎嘅車手。咁啊，冠軍就 YM Wu 大師兄，亞軍就阿 Jordan 啦，季軍就阿展文，四車就阿 Samson， 五車就阿 Oscar。恭喜曬！大家欢迎大家收睇 HQ 2024年度赛季，我哋联赛第二集5月25号嘅而家 TS7 嘅决赛，好快讲一讲啦 ，Bocus 啦，阿星啦 ，ET 啦 ，Donald CW 一路数落去啦 ，CK 啊，咁我哋而家就即将会起步噶啦，咁由阿 Bocus 带开，冇人抽步，冇人标友 ，OK 靓嘅，灯一熄就起步。阿星头黄色头盔好易认噶，我好中意佢个头盔，好易认，咁都系同我买噶啦 ，Oasis Cat。咁呢個今日亦都係我哋日東餃子杯啊，即係日東冠名贊助啊，係啊，一二三名會有餃子，每一位同場嘅在場嘅所有車手或者啦啦隊都會有現金購物券，係啦。咁靚嘅元老啊，日東餃子遠近馳名，大埔區名物，亦都有炮台山分店，係啦。佢嗰啲麻椒三色餃係好好食啦，個魚湯好出色啦，同埋個酸辣湯都係好正嘅，同埋有個特別版佢哋個黐飯咧，我仲未食過，啲街坊都話好正喎黐飯。現場有阿 Jordan 喬丹喺度喎，咁一起咗部單，再講阿星跌咗幾格喎，大佬。阿 Barkers 應該守住個頭車 ，Jordan 你幫我睇下啲車號牌，幫我報一報啦。咁啊，今日咧，阿隔篱个 band， 嗱，点解要弹好高啊？冇事，好咗嗱，呢啲 TS 七咧，有包围，够重就冇事。头先 Elvin 哥都弹到飞起噶啦，不过睇下头车嗰阵先。好。系啦，因为咧今日都尽量揸紧时间啦，跑晒就食饭食完啦。22啊，系嘛？系啊系啊，边个嚟噶？就 Barkers 啊。29啊，29 29 29 29 ET 啊，外星人啊。边个嚟噶？唔知個新手啊，朋友仔叫 ET， 行歪咗少少啊，佢呢只彎，咁變咗二車嗰個就可以殺到啲上去。T 二，哇哇哇，好多小犯錯啊呢度。嗱，因為頭車頭先嗰只彎做得唔好啊，俾阿二車而家殺咗上嚟啊。我要諗個方法唔好 high 到個掣先。頭先一百 C 我 high 咗兩次，仲要係衝線嗰下影唔到添屌。真係啊！係啊，因為影唔到啊，舉曬手啊，影到影到你舉手嗰下就好似暈咗啊！真係係啦，呢啲幸災樂禍式嘅車手係添啊！我唔知廉恥啊，喬丹佢真係搞笑喎！佢真係守住第三名，守咗十圈好，最後俾佢攞到第二名，因為阿展咪就甩你啦，冇計啊！賽車就係咁啦，嗰下忍一忍可能得，不過冇辦法，你見到個窿你唔通唔蝕咩？講真係咪先？好啦，咁張同幫我播報一二三名先，睇一睇啲車號，因為咧咁好多新人啊，今日廿九跟住咧廿九啊 ET。二車是52是吧？是啊，Barkers 二車。哦，頭車起步的。三車是30號 CK Wong。哦 ，CK Wong。是啊。我睇下Barkers，Barkers手車是絕對沒問題的。四車是黃色頭盔，邊個嚟啊？阿泰啊？應該不是阿星啊，阿星阿星。阿星阿星阿星係。阿泰都唔係呢組嘅。阿泰都唔係呢組嘅。阿泰係 TS5 嘅。不過我問Jordan一個問題啊。其實有冇機會跑埋 TS 五完曬今日賽事食飯咧？其實係好大機會，你問問舅母啊！而家先至45分啫嘛，係咯？你問問舅母安排啊 ？OK OK， 係咯，真係有機會破天荒喎！大家全部落深圳揼骨喎，可以係咯。阿 Marco 喺邊啊？而家位置？第六啊！咦，守到第六位喎，有阿 Benedict， 我哋全年180cc， 全年總冠軍搞路，絕對冇問題啊，仔仔。不過下場應該你落場救埋兩邊，係啦，指導下。Marco 幾多號車啊？而家嚟噶。59呢個，睇下揸成點先，係啦。第一次，唔係啊，要第一次跑第六喎，大佬喂。前面嗰班阿星喎 ，Marco 啊，前面嗰班阿 Barkers 嗰班喎。哎，即刻。
漂移咗嗰架，系啦，要教一教啦，唔紧要，嗱，我影住佢一段，送两圈俾你，系啦，指到佢就靠呢段片啦，阿 Benedict。睇下啲線路，出彎急啲，出彎急啲，佢比較多係出彎 over speeding， 即係入彎嘅速度太高，佢控制唔到，俾人攝咗上嚟條流檔，頂住佢，唔好蝕，係啦。冇啦冇啦，其實叫佢跟住啲，其實呢個好易對付嘅，見到哇有少少夾硬有少少上咗草過人嚇，我等下會講翻捉佢哋。好啦，喂前面嗰陣啊，喬丹去咗邊啊？喂，落咗去揾琴房。哦，吹下水啦，俾佢成年星世人咁威嘅啫。哦，叫佢讓啊，29號啊，叫係啊，叫佢叻住食藍旗，冇舉藍旗啊，因為其實咧旗台要舉藍旗，旗台冇舉到藍旗啊。阿 Louis 嚟㗎係咪啊？阿星上咗第三位，好似一齊玩緊佢哋嗰班。嗱，咩人可以揸住呢一組嘅分成績表？哦，係啦，到時麻煩你幫我補一補，係我而家影住出分唔到心啊。因為嗱，佢而家撞三班個三角，唔知係咪對緊同一 pad 嘅咧，同一節嘅咧？嗱，咁啊，頭車29號啦，29號咩名啊 ？ET 啊 ，ET 啦，哇哇哇，行個內檔，跟住30，哦，對緊同一圈嘅佢哋，佢對緊同一圈嘅。30應該係同一圈嘅。係咩名啊？30 CK 王。CK 王，我話呢抽呢三個緊要啊，大佬。呢三個有個彈咗出嚟。ET 頭車係咪？29。29 ET 係頭車。嗱，29 ET， 55咧？55就 Barkers 啦。哦，55就 Barkers 啦，黃色手套。二三一齊衝。哎呀！一個 ET， 30號叫咩？唔好意思啊，計。30號已經係 CK 汪啦。一個 CK， 一個 ET， 都攞亂曬三。第三車就 Barkers 黃色手套。再數先，阿星就第四車。嗱，阿星咧，都成日問我哋啲點樣揸好啲？其實你 keep 到個穩定性先得 ，OK 嘅。而家暫時決賽見你 OK 嘅，係啦，影一圈呢個死仔，幫你影一圈，唔收錢。嗱，喂，呢個要影一影啊！阿泰呢身嘅裝備真係靚到痹 ，Bell Cutting 球盔、檸檬黃、全身 OMP， 再加埋對 Evan Star 嗰對鞋，好靚啊！佢成套鮮黃色，等緊要佢未換衫前同。哎 ，Eddie 影緊 ，Eddie 影緊，係啦 ，Eddie 幫我影多幾張靚嘅。佢哋真係跑埋決賽食喎，開心喎！食完先至玩完先食啊！哇！呢三架車有冇搞錯？過癮啊 ！ET 啊 ，Barker 首要第三位 ，ET CK， 哇！好玩啊！呢三個過癮 ，Benedict 都手痕想落去啊！落 Benedict 都落去玩，就肯定喺呢陣玩緊啦，係咪先？應該玩兩尾啊！叫你食雙飛食得起。咁而家咧，又而家影啦。嗱，大會而家咧呢度有咧直播中嘅，係全國直播中嘅，係啦。咁即係咩美團啊、抖音啊啲乜都有。不過我有條 link 等下再 share 俾大家睇下，亦都可以聽到我直播把聲音啦。咁前面呢三架裏邊有架慢車，再前有架紅色車慢車，跟住阿星、阿仔仔咧、阿 Marco 就好似墮後咗啲。嗱，佢係出彎有問題，佢入彎速度過高，呢個要 Benedict 再糾正下佢啦，或者操下車啦。但係 keep 到個 position 嘅，即係佢係帶高速得嚟，但係未至於失控上草。好，出直路前面有個紅色車慢一圈 ，ET、CK、Barkers 慢車嗰個都有禮讓啊，都 OK 啊。好，封完咗 OK， 冇阻路。邂逅，邂逅。哇！呢度開始多慢車啊！而家睇緊我都好緊張，都望住佢哋都唔識講嘢嚇。數住三隻 Barkers 睺緊噶啦，佢已經哇二就及住一，三就及住二，一就頂住一二，三換位差唔多啊，差唔多啊。Barkers 仲有幾多圈啊？知唔知睇唔睇得啊？仲有六圈啊？七圈。好，仲有七圈，仲有六圈。好，翻嚟結五圈跑啦，應該翻嚟就應該係結五圈牌嘅。Overcast。Barkers 就對緊 ET，Barkers 過唔到啊！
阿 CK 啊，誒噏錯 ，ET 頭車 ，CK 二車 ，Barker 三車 ，Barker 就黃色手套噶嘛，係咯。頭先個頭車嘅喎，起步俾阿 ET 舐咗喎，冇計喎。係咪一掉圈牌啊？阿 Valentine， 啱啱側邊先，睇唔睇到？應該係六圈嚟嘅咩？六圈啊，仲有？係啊。咦 ？OK。呢三個鬥生鬥死啦！四車阿星冇乜壓力啦，阿星冇乜壓力就還好嘅，我哋嘩，嗰個鏟咗出去，大佬俾阿星嗌一壓，唔關阿星事嘅，唔關阿星事嘅。阿星守住第四位，今日頭五名有杯，阿仔有冇機會上多位攞杯咧 ？Marco 睇下佢做法啦，未必啊！嗱，你睇下阿 Marco 頭一架前面嗰車係邊個先？紅色衫唔係喎，佢仲有一段距離，仲要俾人啄緊，仲有俾人啄緊喎，係喎，睇下點先啦。好，出直路又係呢三寶啦。煎釀三寶，咁啊 ，ET 就上咗去 ，CK 同阿 Barkers 惡鬥緊 ，ET 前面有個慢車，哎呀，真係頂住佢喎，頂住頂住，頂得唔多，但係慢咗少少噶啦。Barkers 係咪過咗啊？未過 ，Barkers 過唔到 ，Barkers 過唔到。哇，好緊張，黐埋上去，而且即刻阿 CK 惡鬥 ET，Barkers 喺後面食緊蕉。好，又過一 pat 車，呢三架真係過人喎，互相過咗好多次噶咯喎，佢哋又有 cam 可以睇翻之後，一二名好似有 cam 啊。好啦，佢又換位啦。又換位啊？係咪 CK 頭車？好似係 ET 二車，前面有慢車，睇下 CK 過唔過到呢陣先。哎呀，頂到！頂到啊，個慢車。喂，出直路。好睇好玩過癮 ，Barkers 行到個超高速 ，Barkers 靚啊，擺埋落去攞翻頭車，同阿司機有輕微碰撞，冇事 ，side by side，E K 再插上去，哇！呢班嗱呢類型TS 七咧容許嘅，即係唔係撞到人哋撩開曬啊！你夠膽插落去，大家輕微碰撞啦，我覺得啊，真係冇話邊個啱邊個唔著啦，呢啲冇撞到人繼續比賽 ，Barkers 由頭先第一名又跌翻落第三名。阿 CK 阿 ET 就插翻上去，而家阿 CK 又上翻头车喎，好攰啊！帮我睇下翻嚟几多圈牌啊？翻嚟举四圈牌，仲有四圈，有排斗啊！其实四圈系好耐噶。阿 Barkers 咧，记住留前斗后 hold 住个位，佢哋呢两条友一定有啲嘢睇下。前面仲有三四架慢车俾佢哋玩啊！走左走右点走好咧？会唔会突然间拍埋我度咧？真系唔知啊！啲慢车队、慢车组。咦，今日有個人個夾係寫要慢車組嘅，好得意啊！出直路 ，ET 惡鬥 CK， 巴克守住第三 ，ET 食咗內檔 ，CK 跌一格，巴克行內檔，三慢車，三個慢車過到兩格，過曬三個，啊好嘢啊！巴克都黐埋咗啦，撞三彎又慢車，巴克過咗。Barkers 過咗阿 CK， 啊靚喎出呢只彎，而家用緊 4K 影緊，睇下 upload 上去個效果我滿唔滿意先，影又難影少少，就 high 個掣頭先100cc 都 high 咁點算？哎呀，哇 CK 我撞到慢車，好 Barkers 過埋喎，好似係咪啊 ？ET 瀨咗嘢 ，ET 瀨咗嘢 ，CK 插咗上去，哇落嚟握下手好喎。出直路 ，CK 上咗嚟，再執位，一二三三二一，一三二三二三咁不停調位，講到我都唔識點講啊。Barkers 二車 ，ET 攞翻個內檔 ，Barkers 會跌一架啦。冇錯 ，CK 頭車，前面有架龜踩住三連彎，擺一擺，過到 ，Barkers 過埋，過到，前面暫時。再下一彎嘅車就真係遠啲啲啦，再影翻撞山 ，CK 我鬥 EK ET， 喂講到亂曬，四方攞內檔 ，Barker 上咗嚟喎 ，Barker 又上翻二車喎，我鬥 ET 喎 ，CK 跌咗落第三位。
而家 Barkas 攞翻個頭啫，哇！咁樣鬥出只高人，喂啊！嗱 ，Barkas 冇辦法，佢作佢真係要心急過咗個萬隻，揞一揞，好想救得翻。出直流三個又串燒三兄弟 ，Barkas CK ET 唔係 Barkas ET CK 啊！哇！呢度緊要啊，擺埋啲啊要，你唔擺埋冇啊，涉水啊！嗱，大師兄嗱，呢啲真係要參考大師兄嘅揸法。佢踩一條流動，你吹佢唔進。啊，阿 Barkas 呢下叻，輸少少經驗啊，踩得唔夠埋，而家輸多個位添。ET 上咗去 ，CK 二車 ，Barkas 三車，係啦，佢咁佢哋呢只揸法，咁佢三個投訴我都唔會理佢哋，由佢哋跑算啦。係啦，冇乜大碰撞算啦，冇乜話好矛射尾啊啲。翻嚟係咪見 last step 牌啊？應該 last 先。係啊，翻嚟見 last step 牌。好，最后十五只弯俾你哋劈，十六只，因为一圈十三只弯嘅呢度，仲有三只弯出埋呢度先。而家阿 Barkas 守住第三啦 ，C Barkas 过咗喎，即刻啊，顶你啊！啱啱想讲你名字，即刻立翻个名字俾我。好，头车 ET 三，二车 Barkas 三车就阿 CK， 哇！呢三个真系斗足咁多圈，好睇好玩过瘾，未落雨。Barkas 喺度望一望 ，CK 未有计 ，ET 前面。有段距離啦，依家開始二三反而惡鬥，頭車暫時冇乜嘢驚住，係睇下自己會唔會有啲彎做得唔好，俾阿 Barkas 衝咗上嚟。前面有一抽嘅慢車，唔知道有冇機會阻影響到，應該就有機會去到尾彎嗰陣。係因為呢抽都幾快嘅呢幾架，你唔好忘記。要過啦，要過啦。係啊，係啊，過啦，準備過啦，好睇啊 ！ET Barkas 睇下有冇人踩屎嘅啫。即係你冇辦法 ，Barkas 而家你鬥咗咁多圈，你自然好想過，你自然好想過，自然會犯錯。CK 就反而冇乜競爭力啦。你問我 CK 應該冇乜競爭力住，冇乜競爭力得嚟都有機會喎。哎呀嗱，唔好撞到 Barkas 啊！冇嘅，佢壓得靚嘅呢個彎出直路。哎呀 ，Barkas 輸多嚿喎。頭車啊 ，ET 啊 ，ET CK 出直路 ，Barkas 冇啦。靚啊！守住個第二名 ，OK 啊，我覺得。係啦 ，Barkas 第三，阿姐有冇機會 ？Marco， 阿星第四，阿姐係咪第六啊？應該。唔止。跌咗架咩？第七、第八啦。係咪啊？攞個經驗啦，阿姐始終第一次鬥聯賽，鬥一嚟已經玩聯賽，輸到好犀利㗎啦。有阿爸爸帶住，下次有機會又幫你哋玩兩尾，陪住阿仔落場玩，好冇？好，我哋即將會喺 lunch 前跑埋我哋 TS 五嘅決賽破天荒 lunch 前跑曬。哒哒，欢迎大家收睇 HKU 2024年度赛季，我哋今日联赛第二站，5月25日，5月25号嘅，係啦，哇，犀利，破天荒，而家跑緊全日最尾一节，睇下几点，一点钟，係啦，我只标快五分钟嘅，我鍾意好准时嘅，一点钟跑緊我哋全日最后一节，即係话我哋跑完就食自助餐就走得啦，破天荒，犀利啊，中途帮我闩闩门啦，可唔可以啊？係啊，唔该你，下间先过嚟啊。係啦 ，Jordan 今日醒啊，攞第二位啊，咩開心到佢仲呢一刻仲 high 緊啊！好啦，咁好快講一講啦。呢一組 TS 五 A 組同 S 組排位啦，不如我影一影啦。Louis 頭車，阿 Dennis 關啦 ，Andrew 上咗三車喎，阿 Jack 啦 ，Julian 阿鬼法國朋友啊，法蘭西朋友 Julian 攞第五，佢哋呢個 Supercars 同 Supercars 第一組 ，Samuel 啦，以 ET 玩兩組喎 ，Jason、Ryan 再數落去。阿泰啦 ，Waco， 哇 ，Waco 啦，中汪啦 ，Senior 誒 Supercars 嘅 Jackie， 阿 Ken 再數啦 ，Jeremy 啦，阿 Tim 咧，好，所有車喺曬度，即將會起步，唔好嗱都靚嘅條隊，都靚嘅條隊，咁睇下 Julian 跟得到唔到先，唔知 OK 啊，咁全部車由阿 Louis 帶住啦，出直路，靚。好，等一下就起步抽头，帮我记得113撞雪糕筒，睇翻第一只弯先，113撞咗雪糕筒，我去抽咗步啊！我等下睇翻巡逻影片先。好，顺利起一步啊 ，Louis 头车啦，系 Barkas 头先三车啊，嗬。不过好多轻微碰撞啦，吓 OK 嘅，即系我觉得未至于令到车手冇得救就算啦，系啦。系啦，阿 ET 同阿 CK 好似系咪嗰两个叫？系啊，两 ET 系咪斗两组啊？系啊，头车斗两组。犀利犀利 ，Barkas 好耐冇嚟，都攞咗第三名喎，系咪啊 ？OK 啦，我喘晒气喎。呢次好玩喎，你哋，我谂你三个换位置，起码换咗50次以上，一二三二三三二一系咁换，
你都上過第一名啊？有，你都有上過，不過頂唔到佢哋啊，太多即係好玩啊，實力太接近啦。好啦，睇翻先，E.T. 喺呢組第幾名咧 ？E.T. 幫我望一望，107係咯，嗱，張導幫我報，頭先好似係 Louis 啦，頭先係130，係 Louis。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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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難追嘅呢組 PS 五。咁啊，頭先 Louis 走開咗啦，呢度一抽籠啦。藍色衫。嗱，喂，張龍都問你，係咪好多新人咧？都多喎，係咯，多到我都要，我都唔識嘅名字。係咯，我睇個表啊，鬼佬，但不過睇 Julian 鬼佬153啊，法蘭西朋友。法蘭西153，本身五車嘅，嗱頭車翻嚟啦，而家頭車二車嚟啦，哇，六藍色衫。三零車二車係166，一六六車三六。Julian 鬥緊啊，153啊。Samuel Chan 喎，啊 Samuel 頭車 OK 啊，嗱睇下阿泰先，嗱阿泰就好心機嘅，不過咧就真係要。次次都有少少黑架，唔好意思先。睇下呢次有冇機會殺得傷上去頭五名。同埋呢個張龍，我想問下，其實因為 TS 五呢組係咪有兩組㗎？其實是 Senior 有 Supercars 㗎。唔係 AS。AS 係咩組啊？即係重量組。係咯，有重量組㗎嘛？咁有重量組咪真係有啲其實掹走咗個 Julian 唔係嗰組㗎喎 ，Julian 屬於 Supercars 㗎嘛。係。即係鬥頭五名嗰啲唔計 Julian 㗎喎。呢五三係邊樣？佢個頭盔好得意，佢頭盔特別細個噶。你睇睇佢俾個細頭盔，佢話得啊嘛，我咁想你話得咪得咯。咦，阿泰拉開咗少少，唔錯。嗱，咁我睇下 Andy 咧後車上都有排追啊。呢個 Andy 啊？係 Andy。哦，又俾頭車 lap 咁滯喎，冇計喎。仲係影二三車啦，呢度咯。一二隻將，隻井啊 ，sorry， 隻井啊，係啊。咁啊，睇下，但系 Julian 第五，但系佢系重量组第一名噶啦。阿星有冇斗呢场噶？另外嗰个黄色头盔边个嚟噶？啱啱出尾弯。系啊系啊。哎呀哎呀哎呀！嗰度嗱两个呢啲咧顶一顶住啊！哇，嗰个黄色头盔醒啊！行条特快线 ，Super Express 线，穿晒啲车。好啦，睇翻先啦，嗱呢度 Andy 就落后咗一圈 ，Louis 就准备过去，二三就细撞山。你影二三啊，二三最好睇。我知我知，边两个嚟噶？啊 ，Dennis Kwan 同埋唔系 Andy 嚟嘅。sorry， 136啊 ，Samuel 啊。哦 ，Samuel 系后边嗰个啊。系，黑色衫系啦。咁啊 ，Samuel 咧都玩咗一段時間，應該經驗就好啲嘅。Dennis 就新人，今日我哋玩我都唔記得邊個，係啦，即係可能唔係咁熟悉啊。但 Samuel OK 嘅手車，十五圈有排玩啦。哇，犀利！我哋大把時間休息啊，今日我哋聽日又再嚟個可以。頭車唔講住，頭車過埋 Andy 咯。慘啊 ，Andy！Andy 咪少咗 S 組噶？唔係，因為佢唔係噶。不是不是。哦。姐姐。有佢。阿泰咧就啱啱見到佢未嚟得到，咁啊。Samuel Jamin。二三車拉開啲。係咯。四五車咧，或者井同埋呢個 Julian 啊，呢度四五車，啲四五車都幾緊湊喎，一二二同一零七。唔係喎，係啊，即係想同阿 ET 喎 ，ET 玩完咗組噶咯喎，啱啱已經。哦 ，ET 好似過埋添喎。阿泰就啱啱喺度拉開咗少少嘅，咁啊 ，Julian 咧？四車係。Julian 153喺 Jason 前面啊 ，Jason 拉前。152車邊個？152車。152。冇152喎。哦，轉咗車啊！我知邊個？認翻啲新嘅聯賽朋友先。真係要，因為認識翻真係多到我都記唔起 ，HQ 冇嘢多，人多。系啦，兩我加埋我應該接近180人，係好誇張嚟睇啲數字。哎呀，做咩啊？啊，呢個係應該128係阿 Jeremy， 係啊 ，Jeremy 冇辦法啦，架車慢啲啊，遞曬雙手，不過就下次唔好咁做啦。
一一九咧就係新人啦，一一九如果冇記錯。一一九都冇嘅。換咗車啊！換咗車啊！換咗車啊！有啲換咗車啊！啊，二三仲係黐住嘅。咁你都介紹下啦，今陣都係我哋日東餃子杯，係啦，冠名贊助，亦都有 HKKU 嘅 partner Oasis 聽。係，呢啲係邊個嚟㗎？新人嚟㗎？未見過嘅。外星人咯。係咯，阿星第四喎頭先。係咯，簽到咗。冇計啦，都 OK 嘅，即係你起碼完成到，即係唔係唔好話好心急啊，自己炒曬啊咁樣。喂，幫我睇下 Julian 啊，法拉斯朋友喺邊先？法拉斯朋友，法國朋友。佢個頭骨特別細個，好搞笑。佢個頭有戒色衫啊？戒會衫好似藍色啊，定黑色我唔記得咗。佢個頭盔係彩色嘅，反而係唔係正式嘅。喂，二三車 call 一 call。我見到。佢唔係佢噴到慢車啫。咁啊，實頭車咧，阿 Louis 又冇乜嘢做啊，而家真係油車可啦。二三車真係好睇。二三車有機會啊，直路。Jetpack。後車一定直路出啦，定快啲，一定。頭先都係你上過頭車嘅，好似係咪啊？上過。點解會跌墮咁急？因為我唔知道轉杆啊。哦。feel 噶嘛？屌唔知。至今墮。Julian 啱過起步。Julian 啊。好 ，Julian， 好。好，見到。二車。係啊。頂死曬啊 ，Samuel 啊，係咪 Samuel 啊？嗯。Julian，where are you？ 啊，呢個係咪啊？一五三啊嘛。阿 Sam。On sure 啦，要講法文啦，係啊。Samuel 嘅節奏係快啲嘅，但係佢 Dennis 頂得下啊嘛，佢一快得嚟，俾阿 Dennis 頂死住，又要對。阿 Dennis 出細撞三萬。咦？唔係喎 ，ET 追追下追埋上去喎 ，ET 係咪啊？係啊。所以你問我 ET 有機會殺上去喎，再幾圈啊？頭車俾人頂一頂，頭車頂又冇乜所謂啊！二三車爭咁遠，出嗰個細撞山係個節奏慢咗，即刻俾人黐尾分化。係喎係喎 ，Louis， 有機會啊，其實冇尾得唔得咧？抽啦，佢唔抽舊喎，爭啲，佢唔敢抽啊！係啊，搞下咧 ，ET 真係上埋嚟喎，再幾圈啊？依家黃旗，就七圈啦，一半咋。你問我 ET 有得追 ？ET 而家咪喺三連班，係三連班分牌。你問我 ET 嘅節奏睇佢個勢啊，殺緊。二三車有架慢車前面頂住紅色衫。慘啊！紅色衫。仲要自己甩一甩。紅色衫慢車頂住。Samuel 準備過。哎呀，唔得啦，唔得啦。嗰架車拍咗去左邊，冇計啊！要阿 Samuel 即刻要抽翻去右邊過，所以都嘥一嘥。出二號彎，呢個出細撞山係慢咗個字好明顯。係咪啊？你望一望，一定黐埋㗎。O K。都係。咦係喎。係啊。係喎。行歪咗啊少少啊，歪咗少少啊。嗱，出直路睇下 Samuel 有冇機會執個頭。黐咗直路啦，因為呢只彎黐埋去。呢個點㗎？唔得，個距離爭啲。阿 Dennis 都係個幾位都快，頭車冇乜嘢唔好講住啦，睇主力睇二三車啦。嗱有兩架慢車前面啦，二三車。Andy 再加一個。阿泰點啦？阿泰啱啱喺樓下見到你啊，不過影唔到你啊，要影二三車先。嗱，你準備啦。有架龜車食正中間喎。架慢車真係食正中間喎，仲係呢只細撞山，哎呀唔得，未拍到埋佢，差唔多。哎呀 ，Samuel 自己又行歪咗，佢專登㗎，係啊，專登㗎，你進攻啊，佢呢個係專登㗎。嗱呢度出直路就難講啦，有冇？但係俾個慢車頂死咯會。係啊，咪二車俾慢車頂咯，有機會啊，真係有機會。抽，咦？二百係識滑，係啊 ，Jeremy 係嘛？係鬼窿嚟喎。哎呀，不過。哦，識啊！都係法蘭西鬼，法蘭西朋友。識嘅人嘅。識嘅人。好嗱，頭車都冇乜嘢好講，幫我數下四五名咧。四五名喺邊啊 ？ET 喺邊啊 ？ET 喺哦，喺分牌啊。拉唔埋添，我啲失望咗，我預 ET 有機會撲上去。咪咁二三車都快嘅。係，個節奏都好快，揸五啊七啊，依家佢哋。TS 五嚟噶嘛，揸到可能唔係五啊五秒好啲咧，正常啲咧五啊五秒。咁啊，屌揸五啊七嘅頭車會。好落雨噶，哇！一左就一左，嗱真系啦，诶，排两一人一边，黐翻埋，俾翻条 check 你玩，未过到，翻嚟见圈牌再几多圈啊？五圈定而家第四圈啦。好，头车啱啱经过啦，阿 Dad Lewis， 跟住 Andy keep 住呢个 pacing 喺度，
就是呢兩架。如果話 Dennis 冇行咁耐，應該唔使揸咁辛苦。呢種個。Jeremy 都養啦 ，Jeremy 都養啦。架車嚟嘛，即係。一隻 ET 啊嘛。係啊。一隻 ET 係，一隻 Jack。正啊，正錯，成日噏錯。Butters 讀完書未啊？讀完。我讀完做咩嘢？做 IT。我做 IT， 好。咁樣睇翻先嗱，頭車啱啱見到阿 Louis 都要影下你嘅，你頭車咁耐，第二三車仲係難捨難離喎，難離難捨喎，想報緊車喎。大佬，有冇機會？冇，冇機會。冇機會，呢只真係冇機會。阿 Andy 喺前面，可能出難題。Andy 識玩嘅。阿 Dennis 仍然 keep 到呢個位。Samuel 就真係拗曬頭，都未揾到個窿吉入去。玩咗好耐。四五都鬥鬥機啦。唔係啩 ？T 一係啊，四五 E T 啊。四五嚟噶，系啊四五。哇，真系！过啦！哇，真系影下呢边先又要。喂，第十一段，第一段。E T 对阿 Jack 啊？系。哇，两个成三连弯啲喎。你拍阔咗啊嘛，开条路嚟行下自己。E T 系504啊。五啊。E T， 咦？佢过啦！啊，未唔使点啊，二三都好紧张，太多 action 啦，成个赛道度。Samuel 架车易认啲嘅，件衫黑色衫嘅。系，蓝色衫。Danny 新人嚟噶系咪啊？未见过应该。系咯。我唔記得佢可能，其實係太多人，係啊，見字飲水。Andy 準備頂一頂，其實佢出彎係快好多嘅喎，佢唔敢拍埋啊 ，Sammy。誒，好密好埋啦，今次再密啲啦。佢應該要即刻閃啊，其實。佢唔係多嘢。嗱，喬丹開班教學啦。佢閃夠唔夠咧？好難講。後邊仲阿 Jack 仲喺 ET 前面。哦，係啊。咦 ？ET 搞唔掂啊 ，Jack 啊！哇 ，Andy 咯，顶一顶啊，可能真系 Andy。系啊系啊，撞山。嗱，都系顶，会唔会咧？好似一齐过一齐过一齐。放啦，放佢知道。Andy 成啊，你好好礼貌嗰啲，冇得咁咪放俾啦，你玩。我就唔会啊，碌落去先。啊，啤仔冇蓝旗啊嘛，咪怪你吓。我都试遇到啲机会，我都系前浸。系啦，哇！哇 ，Samuel， 冇事，佢 yes man， 佢 yes man。哇 ，Samuel 好癲喎呢下 ，Andy 又跟住後面玩，個埋車移開咗未？移開咗，移開咗，即係揸翻嘅。Last two 啊，唔係喺草入咗草。入咗草啊？係啊，入草叢。Last two， 好緊張喎呢度一二三車，頭車就唔使講啦，嚇，頭車 Louis 唔使講啦，但兩個黃頭盔黐埋一齊喎，好難認喎頭車，兩個黃色頭盔喎，啊 ，OMP 啲嘢黃色真係好 sharp， 我自己都買好多係。買頭盔、買裝備、賽車用品，香港仲賽車用品專門店 Oasis Tech 啦，記住。嗱，坐差冇機會。好緊要啊！二三車。未得喎，搞咁耐嘅。係咯。幾圈啊 ？Samuel 點搞啊？前面好多慢車。嗱，有機會啊！好多慢車喎 ，Samuel 行過外，唔係佢專登行外檔。咦？佢又專登行外檔，靚 Samuel 醒啊！呢下你真係唔識，你真係唔識睇車。他專登收慢行過外檔，衝入去內彎度，呢下決定咗個杯，我覺得。阿邊個 ？Dennis 應該好難得啦 ，Dennis 唔得啦，真係啊！呢啲真係。唔係要有見格仔旗啦，格仔旗啊，係啊，格仔旗。喂，哇 ，OK， 順利，靚過啊！呢下真係教材式示範，後正你最耐，見到前面個咁混沌嘅狀態，一個收外檔衝入個內彎 Apex 頂入去。做咩啊？冇拉親喎！好，順利完成我哋今日嘅賽事。lunch 前搞曬咁多組嘅決賽，食飯頒獎，相當犀利啊！今日，聽日再見，我哋第211回，拜拜。